对，一定黄义峰你们想，你在玩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他不是只有要去打他，因为箭弹物具的话都可以用。啊，怕是怕怕打到，你可以打，可以扯，可以摔，可以想要想要扯。车啊，用背来打的，机关砸他啊，就背子要这样，要完整。啊，打当然也是一部分。然后接触的那个角度啊，一起打到接触了败了。